这中原之地啊，确实繁华，难怪陛下想在此定都呢。温柔乡，英雄冢，苍玄小儿，哪里有半点老西燕王陛下的壮志雄风？哼，想当年。 这一道是西盐炖羊肉，这一道是古蜀制蚕蛹。这炖羊肉啊，可是大有来历。当初太尊陛下征战在外，一次大捷后，下令犒赏三军。应当时天寒地冻，就用大锅炖了羊肉，与军中将领同食。而这道古蜀制蚕蛹，则是当初血祖王后所创，看着可怕，吃起来营养丰富。嗯。 没想到在中原能吃到这么地道的西盐菜，把你们厨子叫来，我重重有赏。是。许久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西盐菜了。若不是苍玄小儿，我们还在老家喝酒吃肉呢。来，喝酒，吃肉。这味儿是咱们西盐的味道。各位。 这位，就是方才为诸位做菜的厨子，请了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爷爷，快起。快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臣等惶恐，实在不知。 这菜是陛下所做，是，都是因为苍玄，诸位爷爷和伯伯们才背井离乡来到中原，连一口地道的家乡菜都没有吃到，苍玄有愧。这两道菜，就当做是苍玄给诸位的赔礼。陛下盛情，臣等今日在外不论尊卑，只论亲疏，诸位爷爷和伯伯们不必拘谨，都坐吧。 都坐吧。是，谢谢。吴和爷爷觉得这两道菜做的如何？好，极好。尤其这道是蚕蛹，味道极像当年血祖娘娘的手艺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年，我们孤军深入敌人腹地，断了粮草，又负了重伤，全靠血祖娘娘养的这个小小的蚕蛹，才活了下来。是啊。 王后仁慈，当年跟随太尊陛下打江山的军中将士，哪个没受过娘娘的恩惠呢？是是是是。苍玄幼时也常听祖母说起，与诸位一同征战。以前西燕的疆域只有北地西疆，如今疆域辽阔，西起于渊，东至东海，统辖大半个大荒，都是诸位叔叔伯伯们立下的汗马功劳。 陛下执意留在中原，老臣还以为陛下是被这中原的繁华所迷惑，忘记了我们西延过去的艰难。我决定留在中原，并不是忘了西延的过去。苍玄走的，仍旧是当初爷爷奶奶带领所有西延士族们走的路，让西延繁荣昌盛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诸位为西延立下的汗马功劳，苍玄从未忘记。 是啊，我刚派人打听过了，消息确实无误。苍玄为了讨好那帮老家伙，居然不要脸的去做厨子，哪还有一国之君的样子？ 苍玄心机深沉，一番惺惺作态，恩威并施下来，胡和是那帮老家伙说不定真的就被他笼络了去。五哥，中原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与其在这里忍受着苍玄的作威作福，倒不如我们奋起一搏。趁着西岩老氏族还支持我们，不如就借着抵制迁都为名，带大家一起回西岩，就让那个苍玄。 留在这里，做他的中原王。正好。
趁此机会，五哥可以在西岩城自立为王。五哥，机会难得，若是等到苍玄在这收服了众氏族，王位坐稳了，怕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呀。好，石安，带着我的帖子去请各氏族的族长前来议事，我们一起回西岩城。是，不如等你有空时我们去百里一起把这个蛊解掉。你放心，蛊解掉以后，以前我承诺你的事情依旧有效。好啊，等我有空时。给你的丸药每三个月会送一次，我先走了。陪我一起吃个饭。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对于某人决定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拒绝。可你现在是防风被。那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对谁说的？好吧，相柳将军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这么香。驴肉。大荒内他做的驴肉若敢排第二，就无人敢排第一了。稀罕呐，几百年了，第一次看你带朋友来，还是女娃子，特意为你做的，尝尝。谢谢。前阵子又有两个兄弟走了，当年跟着吃，跟在大将军身边的几个旧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人固有一死，或早或晚而已。你说的对，说不定哪一日就轮到你我了。你看看你，女人在的时候你连走到人面前的勇气都没，现在人家跟着别的男人走了，你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我走到他面前又能怎么样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姐，你说是不是？称呼啊，小姑娘。小姑娘，这防风被啊，跟这熬驴肉的老家伙一样，不是好货，跟着他没意思。不如考虑考虑我兄弟。嗯，我兄弟呢，就是一不小心让一个女人设计，弄了个儿子出来。但是啊，这也不是不能原谅的大错，对吧？李荣昌。想想啊，正因为他犯了这样的错误，那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绝不会再犯。这成婚以后你都省心。嗯，你说完了没有？没有。哎呦，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吧，这防风被的日子啊，那是有今夕没明朝，纵使犯了错的涂山璟，那也比防风被要强。我已经订婚了，未婚夫不是他，所以拜托你，麻烦你不要再不停地踩别人了。订婚跟谁？谁敢抢我兄弟女人？你把他名字告诉我，我这就去找他谈谈。他要是不退婚，我把他的腿打断。赤水风龙
你去找他谈啊。风，你是风龙的未婚妻。那你就是昊陵王姬，是夕颜王的妹妹啊。你对他倒是挺客气的。他说的是实话呀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的男人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你是王姬大将军的女儿。嗯。那你爹是？我是昊陵王姬，我爹自然是昊陵王了。雨绵绵兮，青草微微。雪茫茫兮，青草微微。枯荣抱膝，终成骨。永不相惜，峥嵘石。好了好了，你喝醉。我没喝醉。雨绵绵兮。不要再吵。青草微微，雪茫茫兮。青草微微，那个老头酒量浅，还喜欢喝酒，这一喝多呢，就爱乱唱一些听来的歌谣。他这一条胳膊已经废了，一条腿呢勉强走，依然是个废人了。我们只是出来吃饭的，等出了这个门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吃完了吗？吃完我们走吧。我们先行一步，二位慢用。李荣厂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个独臂的老头是他的大伯，他曾经是赤城麾下的将军，他参加过冀州之战，他的胳膊就是在冀州之战中没了。如今的中原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原了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你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只是随意提醒你一句而已。我看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我自己？我怎么了？我好得很啊。是，你就是过得非常非常好，所以才会独自一人跑到赌场来赌钱。你说为什么找一个同行的人会这么难？找一个人同行不难，找一个志趣相投、惺惺相待、能让旅途变得有意思的人同行很难。人真的会一辈子都忘不掉一个人吗？那要看是谁了。如果你说的这个人是涂山璟，我看很有可能。你是说他忘不掉我，
还是我帮不掉他。随你理解。反正大荒内好男儿多的是。好男人是很多，但是能真正把你放进心里的男人只怕不多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风龙？我没什么意思，你问我，我就是如实回答我的看法。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风龙应该嫁给谁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反正不管嫁给谁，这个人绝对不能有家室，也不能跟我哥哥作对。姐姐，干嘛？只能送你到此了，前面是你的世界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怎么都不理我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一个红尘中偶然作伴的过客而已，终究不是一路可以同行的人。走吧，来。世间孤星若浮屠一幕幕，是来路是归途，宁死却无怎么样？客人都到了吗？族长们的派人来说，今日有事，无法前来赴宴。竟然一个都不能来？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吗？商阳氏的族长恰好也在今日设宴，他们都去赴商阳氏的宴席了。本王设宴，他也设宴，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他是故意在跟本王作对。陛下，都城定则天下安，迁都之事已经刻不容缓，还请陛下早日定夺。陛下，如今西延地域辽阔，旨意城地处中腹，确实更适合作为都城，老臣也赞成迁都。老臣附议，迁都旨意政令下达更为便利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赞成迁都。臣赞成迁都。臣赞成迁都。臣反对。赞成。臣也反对。赞成迁都。臣等赞成迁都。于江，臣在。朕命你总理迁都之事。臣领旨。陛下赦免。二位王叔还有一亿，陛下，陛下圣明，圣明。
迁都一事你处理得很好啊。孙儿要谢谢爷爷把商阳氏那样的老氏族留给我用，若是没有他们，事情不会如此顺利。人虽是我给的，但要不要用，如何去用，全凭你自我判断，无需顾忌我。孙儿明白。帝王驱使权力，也被权力驱使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没有退路，甚至连停下休息都不可能，只能一往无前。是，孙儿知道。父王，儿臣思念故土，已请奏陛下，准备回西燕山了。你们俩想清楚了。儿臣本来不服，但苍玄已得了人心，再争下去也只能自取其辱，还不如就此放手，做个富贵散人，还能善终。好啊，你们俩现在能相通还不算晚，只要你们俩收心养性，苍玄定不会为难你们。日后儿臣不能随侍父王左右，请父王保重身体。都起来吧。儿臣告退。阿贤，我们的孙子做得很好啊，比我预想的还好。动之以情，诱之以利，恩威并施。本来我以为我那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会成为这万里河山的祭品，没想到未动兵戈，未见血，他们俩也算是得了个善终啊。今天高兴，陪我喝一杯。来，嗯，拜见陛下。不必多礼。我亲手做了些陛下喜欢的糕点。陛下不能吃来历不明的食物，必须先验毒，再让人试吃。有劳你。费心了，我只怪自己费的心思还不够多。这段日子你过得惊心动魄，生死一线，我也是日夜焦虑，坐卧不安，却有心无力，只能空守着当初许下的誓言。誓言？陛下忘了吗？
我们当初说好的，你退我退，你进我进，好在陛下吉人天佑，最后有惊无险，顺利登基，我时刻提着的那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我退你退，我进你进。嗯，心悦心里唯有陛下，愿和陛下同进同退。帝王驱使权力，也被权力驱使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没有退路，甚至连停下休息都不可能，只能一往无前。陛下，朕知道了。陛下，还没试毒呢。不必了。味道不错。陛下喜欢的话，我以后时常做给陛下。我这里有一事想让你去做。爷爷请讲。你看看能不能招降相柳。招降相柳，此事怕是难办。是非常难，几百年来德言、陈荣义都先后尝试过，全被相柳拒绝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再试一下。此事若能办成，于国于民有利，我会选派一个机灵能干的人负责此事，尽全力促成。好。这里不是黎庸族长该来的地方。我倒是觉得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来这儿一趟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陛下命我前来招降你。你可知道上一个来劝降之人的下场？当然知道，但我还是要来。身为西延使臣，我是来劝你归降西延；但是身为朋友，我是来劝你放过自己。放过自己？我知道你留在洪江身边是为了报还恩情，现在要你改变阵营投效西延自不可能，但是你可以借此机会抽身而退。抽身而退？你为洪江已经尽忠效力了几百年，不管是什么恩都还完了，不如借此机会卸下这个大包袱，从此以后避世隐居也好，游戏人间也罢，一切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。哪怕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与他成亲生子，相守到老，也是快意人生啊。走，美女，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好，走，走，来，回去吃饭好不好？嗯。你若是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来，西燕王会尽量满足的。不必了，你回去吧。九头妖，你到底图什么？赤臣什么下场你不知道吗？
他为中原拼上了自己的性命，可中原呢？有谁敢念他？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大伯现如今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？这是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。你到底在坚持什么？山河依旧，故人不在。让我写全你一四枝头桃花，只要能令你眼中有我。将我的心挖去，大将军，让我血满荒野。这是赤臣大将军唱给他妻子的情歌，你是从哪里听来的？百丽，你上次带来那个姑娘，是不是她给你种的蛊？是她又如何？你不要见她了，去百丽，让吴王帮你们把蛊解了。百丽族人性情古怪，不惜与外族人交往，吴王又怎么会帮一个外族人解蛊？回答，吴王只要看见那个姑娘，一定会帮你的。那姑娘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不要说了。号令大王姬和赤臣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没有希望，不如放了他。你们的立场不同，千万别像大将军一样真心相许，到头来却要在战场上决一死战。你们立场对立，注定没有好结果，不如就此打住，放了他吧，不要再继续纠缠了，别再纠缠了啊！放心，他说过我是不可以入梦的人。他心里的人不是我。王姬，今日天气正好，咱们出去练剑吧。不行。那炼药呢？陛下刚搜罗了一批珍稀药品送来。不练。
要不去弹琴，吃零食，或者喝两杯，都没兴趣。小瑶，怎么了？最近总是无精打采的。没有啊，我过得一切很顺心。那你过得好吗？快乐吗？干嘛突然问这个问题啊？苗夫说你晚上总是一个人枯坐到深夜，我本来以为过段日子你就会好的，没想到你却越来越倦怠，我很担心你。可能是因为你登基了，我没有什么压力，所以生活作息没有之前那么自律了。真是如此吗？你别这么看着我。我本来以为我登基了，我就可以给你以前我给不了的，让你过得比以前好。但你现在并不快乐，是不是哥哥哪里做错了？不是你做错了，是我自己出了错。那你告诉我，哪里出错了？我最近总是在想清水镇的日子，还有小的时候我们在朝云殿的日子。我喜欢那些美好的时光，可是我不喜欢沉湎于过去的回忆。就算过去再美好，可还是要往前走。过去就是过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就总会想到十七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软弱无能，我不喜欢现在的自己。小瑶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有哥哥在，你可以哭泣，可以软弱，没关系。从小到大，我每走一步，只要半点软弱，那肯定就死了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绝对不能软弱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以前那么艰难痛苦都熬过来了，为什么现在会难受的受不了？不就失去一个男人吗？你怎么看上去比我还难受啊？别担心，时间会抚平一切伤口的。很多年前我就知道，心里的伤很难被抚平，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无法原谅我娘子近在我眼前。无论我怎么哭求，她都要离我而去。肉体上的伤都能医治，我相信，心里的伤也一定有办法的。我没说没有，只是我无法原谅我娘。但现在有你的陪伴，失去她的那些痛苦早已被抚平了。现在的快乐可以抚平过往的伤痛。你是在鼓励我去找新的情人吗？我只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抚平涂山璟带给你的伤痛，让你相信自己被重视、被珍惜、被宠爱，是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舍弃的。我这个人从小到大
倒霉惯了，像这样的事情我根本不敢奢望。有的。小妖，有的。如果当年我知道有朝一日你会因涂山进骨气，我就算再想要涂山氏的帮助，也绝不会给他机会接近你。如今我憎恨涂山景，更憎恨我自己。浪迹。